哦，好大哦，这超大哦，这个大超市的炸物还有这些便当啊，看起来都还蛮好吃的。不过日本的地雷也是比较少啦。哦，这用生鱼片做的类似春卷的东西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然后这是超市出来，整个超大。日本很喜欢做这个食物模型啊，然后不过它做出来的真的也不会跟端出来的差太多。这是二楼，屋顶的透光是蛮常用的一种那个设计方式。好多老人来玩这个哦，还蛮厉害的呢。商场很大哦，这就是日本的价钱。是下的越深，那个屋顶的斜度就越斜，就像河长村黑布利山那边的一个形态。这里是体验手作饼干和果汁那一类的一个景点。30秒翻一次，然后共翻6次。小姐，中间没有我，中间没有我，你要看一下下方有没有。这个都是经验的，它大小什么都切得开。对啊，而且它就是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，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职业的精神。就算只是擀一个面团，切一个面团，烤一个饼干，在对他来说，只是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把它做好，好还要再更好，把它做到极致，那就是日本人在做工作也好。为什么会有寿司之神？每天他从7岁开始就在接触，每天都在握这个寿司，他可以握到是达人的状态，抓起来就知道多少钱，每一颗这个一颗都不差，都是20克的一颗，知道吗？哎，是。刚烤起来超烫的，
热的时候啊，还是有点软，口感比较不一样。嗯，硬掉的时候，应该是干的时候就会很硬。我觉得用这个枯木啊，当成那个盆栽啊，好像还不错，特殊的造景。这都是豆子，没关系的。楼上菜刚刚，就这个毛豆啊，毛豆是吗？毛豆没有，毛豆都下来了。那呢，就是我们粉红色的这条路线。那目前我们停车场在后方这个位置，沿着我们的这个立川桥这边，后方其实在樱花季节的时候呢，整排都是垂枝樱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后方是我们最大间的洗手间，所以等一下回到巴士前呢，请记得要用一下，停车场里面没有洗手间。那它的后方，等一下小哥会带着各位呢。这条小巷子里面呢，开始就是各大家的卖家了。来到比较乡村的地带呢，你就发现乡村的店家呢特别的热情，因为久久才有人来找他们，所以都会来你好，欢迎啊，爱台湾之类的话都讲出来。好，那当然小哥等一下会一路进去呢，有分左边以及右边。好，那比较漂亮呢，或者是比较大家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清酒家以及石黑家。这两大家的话呢，会带各位来做参观。那当然，它入内进去参观的话呢，要另外有收费用。但是在外面的话，可以拍照跟那个参观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当然，对于这个五大户呢更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继续沿着路往里面再走，基本上会走到这边有一个信号灯，差不多就是五家户呢结束的位置了。那这两排两侧呢，其实各位可以注意一下，两侧的水沟水质非常的漂亮。秋田呢其实就是最厉害的，就是它的水质也很好，所以呢米才会好吃，才会做出有这样子像是我们的这个米棒，也就是说他们的烤米棒都会在这边有出现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等一下就带着各位进去了，我们就边拍照边参观了。在我们小卖店也都有。三行县的樱桃叫松樱桃。这条街原本是武士的居所。
正门是比这个家人的身份高的人，进了这个正门，先把人请到这个屋子里头坐坐。完了，那个日本各地呢，只要是类似这种木造建筑，其实日本在地人呢，唯独要感谢的一个国家，就是阮台湾。因为那些补修啦、修补这些东西的木头呢，老实讲，东西已经被台湾运过去的，我们台湾自己的块木哈。那当然，他们还是极力的保持到他们原本这些建筑物也好，或者这些的木造建筑也好。抹茶专门店。